这个小家伙前两天不舒服，就光给他洗屁股没洗澡，今天早上好一点了，没那么累了，咳也好很多了，所以一大早起来给他洗个澡。嘿，小苹果你咳啊，咳的话就吃油哦，人家一说咳你就赶紧咳两声啊，你啊最喜欢洗澡了，这个小东西。以前好的情况下，每天我都会给它洗一次。这个盆子太短了，本身说换个盆子的，因为马上要搬房子了嘛，我就没有给它买。在那边稳定下来了，再给它买一个长的盆子，不然的话它这样子噎着，因为它个子也大，它又长。买一个长盆子好不好？姐姐呢？看电视吗？你看姐姐啊。啊，起来了吧？我们起来了啊，起来，好了好了。宝宝哭了，你有个宝宝哭了。那是我的爸。不能咬水晶宝宝。我在干嘛呀？你在捣乱。咬水晶干什么？这小孩的袜子一定要是从口的，你看，因为我三宝的话，他这里比较有嘎嘎，他就不会勒着嘴嘴。他也不会冷，因为长袜的话，小孩子冬天的衣服裤子啊容易往上跑，这个袜子长的就不容易冷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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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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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好好好好，好了好了。好了，可以了噻，安逸了噻，嗯。就哪个行啊，宝宝，请你喝啊，哪个行你啊？睡着好不好？睡宝宝啊。干什么呀？这个拿来盖上吧。不用盖吧，你睡上去吧。妈妈给姐姐梳头发了啊。嗯，对，不行。来梳头发的过来，别排着过来梳头发了。我先去吧，我去吧，你这个变得好重啊。你怎么了？忘记穿。不要动王一晨，不要动，
头上汗不溜秋。哼哼，进去把那个剪刀拿出来。那把垃圾桶拿给妈妈。嗯。没有，一头没卖，我小苹果，一头没卖，直接。妈妈抱起来抱，哎呦哎呦呦呦，妈妈腰酸腿痛的，抱起来，那你抱吗？你想抱就抱，去吗？姐姐那里把手伸进去，姐姐抱手，你看他会去吗？他要去，你看他的小小，你拍拍手，拍拍手，看他去吗？他肯定去，不要去。嗯。来吧，你刚去健身了，你看，他在弄光几根灯。抱我吗，小飞？哎，不要弄，不要弄了，这样弄了干嘛？你爱美啊？就是我爱美。我就是爱美的很。你就是爱美的很。这没良心的东西，妈妈哭的还笑，天哪，这没良心的东西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小咪咪的。